么样？黄牛的，黄牛，黄牛啊，节庆，节庆，热爱父母，大喝半碗，快快，嘿，快一点，看到太多了，对呀。牵牛去吃茶，不是像我们现在回来哈，都等着看卡通或是打电脑啊。Man 啊！挂了，挂了，挂我觉得新港这边是一个很棒的社区，那最近在网络上也看到很多网友的分享，所以就因缘机会就来到这边，那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然后很美丽的地方，所以想要带学生来这边走走。那觉得带小朋友过来有没有今天一整天的行程啊，然后有没有觉得对小朋友什么帮助这样子？觉得他们来到这边有一个能够跑跳的机会，然后看看算是比较古早味的一些建筑，那也很感谢这边的解说员们很用心的安排，我觉得他们玩得很开心。谢谢都有的都有。来，今天我们进行我们的社区印象大考验，要不要拿奖品？要。好跳哦，我想说你会不会变的啊。这里是嘉义县新港乡共和村，什么地方？知道的举手。知道的。林太远。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的叫什么？知道请举手。来，天坤。方天坤，你好棒哦！来，谢谢。太棒了，好棒哎！好阿妈，或者是妈妈那个时代啊。那有饭那个储存那个就是剩菜剩饭的那个叫菜毒啊，菜毒啊的脚下面有一个圆圆的放水，是在防什么的？那是蚂蚁。蚂蚁。水的。蚂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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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讲，我们刚刚有做理事长开的黄色老公车出去游社区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没有看到简明大壁画？有，那个姐姐都不能叫妹妹啊，因为你叫妹妹，等一下就被揍了嘛。因为每个都是姐姐哈。一种动物，体积很庞大，请问那个动物是什么？不知道。牛，牛，牛，来，那个穿粉红色的姐姐，牛啊，来。好，感谢各位家长哈，老师还有小朋友莅临比赛员，那希望下次有机会哈，可以再为大家提供更好更优质的服务。